在江宜市仁爱路开面店17年外的王丽华，因为这几天家己身体欠安，时常到病院来求诊，却发现有不少老兼弱的病患，上路车无方便，决定要将家己欠下来的钱提出一部分，购买20台轮椅，捐予江宜基督教病院，提供患者求诊的时阵会当使用。今仔日伫医院张秀华服务处举行捐赠仪式，气氛温馨感人。这张捐赠轮椅的仪式28号在嘉义市议员张秀华的服务处举行，由嘉义基督教病院院长特助到现场接受。捐赠的人是住伫咧嘉义市开面摊有17档的王丽华，伊即卖已经64岁，过去卖一碗阳春面20块，牛肉面一碗59块，这一届伊一口气就捐20台的轮椅，算算咧，伊爱卖18000碗的面，诚心令人感动。当期伊伫厝委会做志工咧，发现讲真侪长辈到厝委会咧，哈，啊，伫咱西区卫生所要被就诊的时候咧，普遍他的轮椅不够，所以等于卖牛肉面有能力之余呢，哈，阿姨多伫这个救援宫呢，底下大家拢伫共修，伊就感觉讲哇，咱来做一挂善事袂歹，所以呢，哈，伊就甲伊虽然唔是足好个，但是呢，哈，伊有这份爱心，所以我今天说，他不是最富有，但是他的爱心呢，哈，让他成为最富有的人。所以今天一关20台的这个轮椅和这个家居呢，咱希望家居呢会当就这20台，虽然不多，但是会当把伊的这个功能呢发挥到最高点。王丽华这几天因为身体健康状况无好，面单已经收大。平常时啊，欠长内多的伊，一口气就捐出20台的轮椅。在议员张秀华的牵线之下，出现一件美事，不只是会当帮助着伫咧病院内底行动无方便的患者，嘛，互人感受着世间处处有温情。最新新闻，张玉明、王秀山、嘉义市采访报道。